开会了，快走快走。啊，身边的人一直空位，只有工作如影随形。月亮湾主体设计已经基本定稿，接下来我的工作重心会转移到陈志公司的甄选上，剩下来的工作刘工，哎，辛苦你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你才掉出来，我又不是你。不信你自己照照镜子，看看是不是只剩两个洞。对了，我记得刚刚向我提出一个小设计，我觉得很有招，发到群里给大家看一下。别闹了，许依然，好好开会，小心被人发现你和方总搞地下情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大家说一个事儿，徐仁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很久。你先别鼓掌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吧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啊，地下情是什么情况？你知不知道？这是他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干得漂亮！完了，现在全公司同事都知道了，怎么办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赶紧想办法呀！我现在就去找顾博，让他跟大家说是开玩笑的。你跟他打赌打输了，所以要配合他。他经常跟大家这样开玩笑，估计大家也会相信吧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你自己说谎还不够，还要拉上顾博吗？我是你男朋友，你觉得很丢人是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别人我们在谈恋爱？不管对方是亲人还是同事，你一直在逃避否认，难道这件事情这么让你难以启齿吗？不是，我如果没有今天这件事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说？我不知道。不对，应该问你，你有想过告诉别人方知友是你男朋友的时候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在公司里先低调一点。